在我的演唱会上面，我经常看到很多人跟我一起站起来，我觉得这是一种能量的交汇，我把我的能量给你们，因为我身上太多的正的能量无法释放，所以我们在一起会更加的幸福，更加的没有烦恼。我们就这样，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的音乐会，我们是因为爱汇到这里的，所以接下来这个歌，这就是爱。在我的